好，你们开始问我吧。刚才问我什么？老师，你要买？啊，你要卖我？要给我看清楚啊，长什么样子？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！请问多少钱？5元。这样子5元呢、欸？好，老师，等一下买，你等一下啊。我要买那个小矮人。小矮人，拿起来给老师看。刚才你说多少钱？10块。现在呢？10块。现在呢？10块。你看，你几年级？4年级。你几年级？3年级。三年级这个5块钱，4年级这个10块钱。你有没有觉得要改变心意？没有。真是太厉害，长大就是这样子，很好。